马来西亚人是怎样讲话的？请看 VCR。哈哈，我整天跟这个女的差，你确定她喜欢你没？确定啦，分没有哦？我恐高难插丢，我快疯啦！恐高难插 DLMCCB 疯，我肚子饿，你吃了没有？还没有吃 ，Go！好啦，走了，一起吃啊！啊，可是我还没有冲凉 ，Go！你别什么都搞嘛！我就是喜欢狗狗狗狗狗狗，再狗，再狗，再狗！嘎嘎嘎嘎嘎嘎嘎！哎，要吃什么领筋吗？KFC 哦，很领贵嘞，这样咋办咯？很领难吃嘞，可以不要吃领嘛？你会挑领没？领。林总，你喝上位了，不然你喝上桌，我跟你讲，来。陈哎，说是你啊，还活着啊你？哎，是马良吗？哎，傻哎，这边有人坐吗？没有人坐的话，我坐啊。哎，你可以不要自己去吗？啊，杀，嗨嗨，快去！哎，好玩了。你给我先打这 game 嘛，你不要弄我被拆了。被拆。有兴趣要配线索，请马上私信我们，让你最低价格获得最高曝光率。喂，你叫 emo， 哎呦，好讲咩？炒币又亏钱了咯。哇老，什么年代了？在炒币当用 Pryboard 啦。哇，什么来哦？你看 Pryboard AI 有个机器人西北区哦，它可以帮你自动交易、监控市场，还有避免人为措施。最厉害是啊，当 customer 有制定那个保守与激进的策略的时候啊，那个机器人会有效分配你的资金投资，还有风险管理。哇，这样。现在推荐别人还可以获得$75的奖励哦，还不快点去下